昨晚又下了一晚上的雨，我把它拔下来。您再过来，大堂的酒店的停车场，再次通过通麦特大桥。现在我们在新都桥的甲根坝镇，哇，早上烟雾缭绕啊。带了备胎，但实际上没有用上，到目前为止。走，运动站感受一下，然后再看一下外面这边在堵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是什么？正在堵车，把镜头重新交给好嘞，好，试试。啊，我试试啊，看看这个，哟，出95%啊。我把档位增加一点，好，现在是95%的氧气浓度，海拔4990。现在呢，山顶那个东达山顶堵车，然后我们走一条小路上去，啊，跟着一个本地的奔驰吧，是奔驰吗？看清楚啊，他能走，我们肯定没问题啊。就是那个位置。啥情况？在施工。你们赶紧跟后面的皮卡也说，到堵车前后那条小路。